从这边断，所以应该前面我去穿衣服的是应该这个断了，然后下一个大浪，它这个断了，然后它掉下来，然后它就全部都那 boom 就撞到这边，这个都坏掉了，这个那个 lifeline 都不见了，都不见了，都不见了，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没有声音，我以为是会有，就是那个铁就哇，很可怕的声音都没有。一次就断得很厉害，就是这样。就是、先问我，不讲不清楚的话。好，我们走到 Midway 这边，我们大概20天到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差不多这个位置，然后开始接近这个。那风也很大，有时候是那个。